生起伏，所以别人没机会听到，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我觉得很感动。嗯，然后刚刚在唱《太空人》的时候，就突然想到说，哎，我们在台上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好像对别人总是有，因为可能就是我们也许的确是有一些人格特质是带有渲染力的，所以就很容易影响别人。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在台上的人，不管有没有意识到，其实这辈子都要好好修行。嗯，可以不用每个人都觉得你是刘德华那种圣完人，但是就是要好好修自己的心这样子。然后就刚刚也突然很感慨，觉得说真希望这个。希望就是如果今年有发新作品，明年也会发新作品的话，可以吸收一些年轻人，不管白眼或呛我，或者把我拍去抖音，或帮我做梗图之类的。就说我们今天来看上古神兽阿姨，比如说食蚁兽奶奶这样，我记得对，把我当成就是比如说动物园镇店之宝之类的，我应该会蛮开心的。对，你不觉得那个音乐圈就是个动物园吗？大家在自己的笼子里开心地跑来跑去。对呀，对呀。我要说什么呢？就是啊，这个，所以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带领我跟我的老听众们一起过一个更爽朗的人生啊。然后不要把我们在台上讲的话太放在心上。真的，就是我是一个，就是总是希望自己有讲话温和啊。对，就是性忘爱，你知道？对，但我其实是一个真的没什么道德观的人。只要就是任何一个人跑过来想要跟我辩论，我都会到最后我都会说他是对的。嗯，而且我完全没有任何酸意，我就是真心诚意的相信，去理解你的维度这样子。所以呢，对啊，就是说，像我有时候觉得，比如说清风讲话，他也是很认真嘛。但是就是台下的人超认真的听，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就是正正得正，你知道，就是认真的加认真，好认真，更认真，实在是太认真了，就是连对，嗯，就是连那个在台上的一瞬间的落寞都可能会被讲成说，就是又有谁欺负他，这个是很沉重，对，每个人都有日子要过，嗯，把我们在台上做的事情当参考就可以。参考一样，然后，那所以我要把下面这首歌送给我们的青春，也送给清风啊，然后邵凡啊，我们的青春这样。这首歌叫做《Scream》。Go on this path, buddy.
I'm trying it out someday.